今天是2024年，6月15号的，现在是下午6点来钟吧啊，我们来到了多福山啊。今天呢有一个好戏啊，就是苏记说媒。昨天吧，我们过来看了一下啊，采访到了这个咱那个苏记陶行侠啊。现在今天可能还有一些节目吧，现在他们正在做着准备。今年留在多福山，今天的日子多么特殊，今天的日子多么精彩。文艺晚会节目现在开始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纳尔汗的心儿醉了，请欣赏歌伴舞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，演唱窦艳秋，伴舞女人花舞蹈队，有请。舞蹈队，窦艳秋老师啊，咱们一代著名的女中音。接下来请欣赏郭庄舞《太阳升起的部落》。这是郭庄舞啊，银滩世纪郭庄舞队。山啊，是咱们英罗湾艺术团的拿手节目吧。
是滨海花厅舞蹈队啊，表演的国风国韵模特秀吧。
团业务能力过硬，各声部及乐器配置齐全，已逐渐形成了具有退役军人风范的演奏特色和乐团风格，具备了在不同场合进行演奏表演的能力和水平，充分展示出当代退役军人的精神面貌，以及管乐团成员深厚扎实的音乐功底和文化内涵，为树立退役军人良好形象，构建和谐文明社会，创建抱团取暖、音乐养老的新模式，起到了良好的标杆和示范作用。接下来由乐团为大家带来《好日子爱我中华》双鹰旗下进行曲。声音都唱了。